足一万二三被新西兰队打入的这第二粒进球呢，看似有些偶然，后腰前提去争这个二点球，但是周围的队友呢并没有及时去跟进，新西兰队这个比较积极争二点球的球员呢，把这个球控制好，在后腰留下的这大片空间中传出了一脚穿越球。这个场景，戴维俊来到了后场，利用了自己的脚下的个人能力，把球从三个人的包夹中摘出来，转移到一侧。出球之后呢，他也是极力在高速前插去找新西兰队这个后防线的大片空间，可惜这脚直传呢并没有传到。在这支国足 U23 的阵容中呢，戴伟俊也算是比较有经验的中前场球员。这个球他预判得到了一个二点球，把球分到边路，中国队这是开场形成了一次比较有威胁的进攻。这个阵容中呢，只有戴伟俊发挥还算正常，其他人呢基本上是乏善可陈。这也让人想起了入选到本次这届比赛的这个名单中的上海申花队的小将汪海建。汪海建呢是上赛季中超的拦截和抢断王，那也是申花队本队出场时间最多的球员。他的入选呢本应该给这支国家队的中场增加一定的厚度和硬度，他的拦截能力，他的持球推进以及他 B2B 的这种潜力呢也是值得令人期待的。